When I was young, I observed nine out of ten things I did were failures, so I did ten times more work. 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十件事情有九件是失败的，所以我就做十倍更多的工作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ly with Lily 的英语学习节目。 学英语，环游世界。我是主播 Lily Wong。这个节目是要帮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，打破自己的局限，并且勇敢的去圆梦。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。欢迎来到这集的学英语环游世界播客。我是你的主播 Lily Wong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习的这个格言呢，也是教大家呢，真的。 努力不懈还是挺有用的、哦，不是只有想而已，我们还是要去做那个敲门的动作，就是你的努力。那这边呢，有一句格言是来自我最喜欢的哲学家诗人之一呢，就是 George Bernard Shaw，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When I was young。” 他说：“当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个 ‘when I was young’，这个 ‘was’ 是在讲这个 ‘I’ 的这个 be 动词，所以要注意一下 ‘was’。When I was young，就是在我过去年轻的时候，I observed，我观察到，我看到。observed 这个字呢，observe 把，可以把它学起来，当做观察。Nine out of ten，就是呢，在实践里面有九件事情，这边有一个 ten things。” Nine out of ten things 这边的 nine 省略到 things，nine things out of ten things I did，就是我做的十件事情有九件事情是怎么样呢？Were failures，因为这些都是在讲过去的时间呢、哦，所以这个动作的这个动词呢要记得用过去式，像这个 do 的过去式就是。 Did, d i d，然后呢，这 be 动词呢用的这个呃复数的形式的 be 动词是 were。Nine out of ten things I did were failures. Failures 就是失败的名词。这个字的发音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哦。其实很多像这个 l u r e 结尾的单词呢，它不是发 lure，它是发 lear，、er, 所以 u。 R-E,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字典, 听听别人怎么说这个 failures, 不是 failures, failures fail, uh, I observed 9 out of 10 things I did were failures, so I did 10 times More work，所以呢，那我就做十倍更多的工作。所以这个跟学英语也是一样的哈、哦，多去念几次，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好，十次呢有念九次是错的，那你就再多念十次。相信呢，这个勤能补拙，practice makes perfect，就是呢练习可以造就完美，可以这个熟能生巧。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，就是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上面哈。When I was young, I observed nine out of ten things I did were failures, so I did ten times more work。跟大家一起共勉。好的，今天的这个实用句呢，也是在餐厅会遇见的。比如说呢，我们昨天在这个问说 “How many seats do you need？” 但是今天你可能去到餐厅的时候发现。 All tables are booked. All tables are booked，就是说呢，所有的座位、所有的桌子都被预定了。这个 book b o o k 这个字有预定的意思。那这边呢，它用一个 be 动词的被动时态，通常是 be 动词加上这个过去呃动词的过去分词，所以呢，are booked 就是被预定了。OK，都被定光了。 All tables are booked，把它学起来。那你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，哎呀，真是太可惜了，觉得很糟糕。你可以用这样子的表达，What a pity！What a pity！太可惜了。What a，这个通常呢都有一个，就是就是很赞叹的那种感觉。比如说今天呢，已经下这个这个礼拜下一整。 一整周的雨，然后突然大晴天，就说哇，What a beautiful day today！今天的天气真的太好了。或者你真的看到一个美女，可以说 What a beautiful woman！啊、哦，真是太美的美女了。那 What a pity！这个 pity 本身呢，就是有可惜的意思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再再加一个 what a what a pity，就代表呢非常可惜，太可惜了。所以呢，当你听到 All tables are booked。 你就可以反映 waterpilly waterpilly m a y b e we can look for other restaurants，我们呢可以去看看其他的餐厅。好的，今天的日记问题呢其实蛮有趣的，就是 the last fiction book you read，这边呢有讲到这个过去的事情哦，所以这个 read r e a d 大家注意一下，过去时是念 read。 它的原型呢，现在是是 read，过去式呢长得是一模一样，但是要读成 read。OK，the、okay, last fiction book you read 就是上一部你阅读的小说。这个 fiction 本身就是有虚拟的作品的意思，当然小说呢还有另外一个字，我们之前肯定有讲过，就是 novel，n o v e l，novel。No、fiction 呢，这个 novel 是 is。 A kind of fiction，就是 fiction 里面有还有什么，比如说像 fantasy，或者是像是呃、uh, adventure 冒险故事啊，或者奇幻故事啊，这些都可以算是 a kind of fiction，但是它不一定叫 novel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要分得很细的话啊、uh,，fiction is kind of like novel。 Alright. 但是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种类,可以叫fiction. fiction,就等于是说,不是真实的, it's, it's not real. Alright. if you ask me, I would say, I prefer real stories. 呃,我是不叫偏好真实的故事, oh, I prefer, real stories. so I hardly read any fiction books at all. 啊，uh, 我是本身喜欢真实的故事，so I hardly 就是我几乎不 read any fiction books at all，就是这个几乎不呃 at all，not at all，, not at all. <laughs> 这个 at all 就是从来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哦，就是几乎都不不读这些虚拟的故事。However，但是呢，I did finish all the Fifty Shades of Grey series。 I did finish，就是有一点强调语气哦，但是我真的看完了所有的这个《五十道格雷的阴影》的系列，《Fifty Shades of Grey》，我电影也看完了。所以如果大家知道《五十道格雷的阴影》，就知道我在讲一个就是这个 erotica novels，就是它是有一点像是怎么说，应该是说情趣的小说嘛，就是有一点在讲性的部分。 Personally, I like sex，非常喜欢性这个话题。我觉得就是，反正它是一个撼动世界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能说？而且它也是可以给人家很多喜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这个《Fifty Shades of Grey》有很多人觉得很烂啊，因为它就是讲这个 SM，就是有一点像是怎么说。我要怎么讲这个 SM？哎，突然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是呢，就是。 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这个人生的，嗯，好吧，我突然有一点点点点不知道怎么样讲。Fifty Shades of Grey is a kind of erotic novels, but uh, personally, I quite enjoy that because I find it very、really、creative. 对啊，就是因为生活中如果没有这些情趣的话，真的是挺无聊的。有时候看看小说，可以就是想象自己被那个很有钱的总裁就用直升机。 被架走，然后呢，又去玩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床上的游戏活动，我就觉得挺有趣的啊。对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喜欢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挺有趣的。我记得这个这个小说还是我的，就是加拿大的学生，我那时候教他中文的时候，他介绍给我，那时候我就突然眼睛一亮，我想说我要去看，所以我那时候买了这个 Kindle，第一本下载的。 书就是《Fifty Shades of Grey》，那时候就觉得充满好奇，而且一读就一发不可收拾，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哦，就一直一直读下去啊，uh, 大家懂的。可以看看电影啊，我觉得也蛮好玩的。对，有三集、就是，又 <laughs> 是可以学英文。好的，希望你们的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不要忘记今天的格言是 "When I was young, I observed nine out of ten things I did were failures, so I did ten times more work." You can do more work and improve yourself。你绝对可以，就是透过努力呢，然后呢，来就是增进自己。 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I Fly Club 的早晨活动还是有持续在招生。不管你是想要参加我们一整个系列的活动，还是想要个别参加这个早晨，或者是这个英语的学习的俱乐部，可以透过我的公众微信账号来报名，或者是我的这个网站 flywithlee.com。 Slash join，你可以在文本里面看到详细的参加的办法。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。Have a wonderful day. I'll see you soon.